在这个路面啊、哦、底下啊、哦、那云林还没有像屏东那个那么离谱、哦、屏东那个是二楼变一楼，整个大概陷了一层楼，那淹水就变成一种常态了哈、哦，常态。那所以，在云林有一些这个著名的湿地，像成龙湿地啦、一五湿地，那个都是地层下陷之后，台风之后那些水就没有办法这个消退了哦，所以就久了就变成湿地哦。好，这个我们跳过去。那地层下陷之后呢，水资源就会受影响了，最主要就是含水层就压密了，压密之后就抽不到地下水。那另外一个更糟的情况是海水就会入侵了，因为那个淡水的压力不够。不过这个情况在我们观察，在浊水溪冲击平原并没有非常严重，在屏东平原就非常严重了。屏东平原那个海水入侵已经到内陆十几公里的地方，都可以检测到盐度了。那最主要是屏东平原它的含水层是向海那边打开的，那浊水溪冲击平原它的不透水层在海那边是封闭的，所以这个是还好，就是说虽然含水层的水有受到影响，但是海水不太容易入侵，因为被那个不透水层隔绝了。那洪水的问题，结构受到破坏了，地下水盐化等等。但是呢，那个湿地啊，可能也会有一些转变。所以现在大家关注的议题就是这个高铁的问题了，高铁的问题。那当然我们知道，高铁的问题其实当初根本就是政治的问题、规划的问题。老早就知道它地层下陷了，你干嘛还跑到那边去，对不对？那你看那个路线也是跑得很奇怪嘛，像那个台中跟彰化这边都是靠山边的。靠山边，在彰化它是在田中设站嘛，对。然后到云林的时候，它又往西跑。那云林现在人口最稠密的是在斗六啊，对。那照理讲，它应该设在斗六啊。假设它当初选在斗六，今天很多问题就没有了嘛，管它去地层下陷，对。斗六基本上不太会下陷。不太会下线，他就故意要选到湖尾园长那边去，对，因为那时候的县长那边的人嘛。好，台湾的很多政治都是这样子的。那他目的是什么？他透过这些交通建设去炒地皮嘛。所以刚刚志豪讲的那个华南路的动机也是这样嘛，就是要炒地皮。所以台湾的政治人物最喜欢盖路了，小到这个华南路，大到这个苏花高、苏花港，都是这样的。高铁事实上也是，所以我现在自嘲了，说云林台湾最接近地狱的地方，就是它平均来讲最接近地狱下陷的这个地方最广。那云林跟彰化前几年大概都以每年十甚至十二公分的速度下降，这几年稍微趋缓一点点，大概八公分，六到八公分这个范围，但是还是全台湾最快的，全台湾最快的。那这部分就有一个说法了，说以前都是二三十年前都是沿海在下陷，那沿海下陷它就怪罪这个养殖渔业，那现在养殖渔业因为已经抽不到地下水了，所以
很多就弃养了，所以就缓和下来。这个是水利单位的讲法。那另外也有一种说法，这个在国光石化的时候，那些开发派的讲的，他说云林那边沿海为什么没有继续下陷，就是因为盖六轻，因为盖六轻，所以呢这些养殖渔业就没有继续养，所以呢就没有抽地下水，所以就没有地层下陷，所以我们彰化也要来盖一个国光石化，就不会地层下陷。当初有这种说法，那事实上呢，六轻，就是地层下陷的凶手之一啊。待会我们会讲。好，那下陷最快的地方，正好都发生在上央。我们讲的，它有上顶、上央、上尾，这些地方。上央原来是最不该下陷的地方，因为它的地下水位非常的高，地下水位非常高，地下水非常的丰沛，就是说我们刚才讲它从上顶入渗的地下水它会往地下冒，但是碰到岩盘或是碰到不透水层的时候它会反弹，因为它有一个非常大的压力，它会反弹，反弹到这个上央的地方，它就接近地面，所以一般上央的地方它的地下水位都非常的高。这边顺便补充一下那个另外一个案例，就是如果各位有在关心那个吉阳人工湖，高雄屏东的那个吉阳人工湖，吉阳人工湖它是要来取代这个美浓水库的嘛，吉阳人工湖它是位于高屏溪的上顶，对，那你觉得上顶的地方不是地下水又很低吗？对，啊，这个地方来做人工湖应该是很适合的，但是很不巧的，它正好位于旗山溪的上央，所以那个吉阳人工湖的地方挖不到两公尺就地下水了，所以吉阳人工湖说可以补助地下水，那个是骗人的哦。地下水位很高的地方没有办法补助地下水，要补助地下水就是你的地面水跟地下水的水位要差越高，它靠这个压力差，如果已经这么接近了根本就补助不进去，它本来水位就这么高了，所以吉阳人工湖它根本用的就是地下水，它把原来这个地方的地下水挖出来拿去用，它根本不是要补助地下水， 那个部分就是因为它对这个整个地质环境的条件不了解，它想说那个是上顶的地方，对，是没有那么单纯啊，对，他没有考虑到旗山溪也是一条流量还不算小的一条溪。好，所以今天下陷最快的是全台湾下陷最快的，正好就是在浊水溪上央的地方，连长包中，那彰化那边就是二里，正好都是在同样的那个位置，上央的位置。上央的位置在过去经常是非常密布的，从云林这边就是西螺，彰化那边就是鼻头还有这个西周，对，然后再下来就是虎尾土库园长，过去这些地方都是非常密布甚至有天然涌泉的地方。那举一个例子，土库有一个地方叫做秀潭，以前叫做波底潭、湖底潭。那顾名思义，它那个泉水是从地底下这样源源不绝冒出来，那边正好可能有一个裂缝，
它就从那个地方冒出来。那个地下水会这么高，甚至会涌泉的地方，怎么可能地层下陷呢？难道就是因为你超抽农民超抽地下水引起的吗？这个说法不能够让我们能够接受啊。所以这个云林下陷中心原长土库，好，那就要讲到真正的凶手了啊，已经出现了，叫做积极蓝河堰啊。积极蓝河堰是整个彰原地区最主要地层下陷的凶手啊。好，那所以我们刚才有讲到了啊，造山运动。它本身虽然让整个台湾的陆块平均来讲是抬升，但是它在西部这边它有下陷的景象，特别在浊水溪口附近彰化云林嘉义，它的下陷的景象事实上是比较大的。那过去因为有这个河川的疏沙作用，所以没有这个现象，但是这个疏沙作用从日治时代的末期就开始越来越少，因为它把非常有野性的浊水溪驯服了，所以浊水溪从日本时代之后就不再改道了。它不再改道的这个行为对于整个浊水溪通济平原的影响非常大，非常大啊。所以从这边看出来就是说，人类对于这个河川过度的干预啊，事实上它会造成整体的环境的影响。好，那最重要就是它的疏沙量就锐减，经过整治之后它的疏沙量就锐减。以前这个河川固定在泛滥啊，它会冲。好，那更重要就是这些后来陆续不断的这些水资源工程，它去剥削这个水资源，让河川的流量不断的减少。那特别是积极蓝河堰，积极蓝河堰它盖完之后，它变成了一个超级蓝沙坝，超级蓝沙坝。当初在规划积极蓝河堰的时候，认为它不但可以供应整个彰原地区的农业用水，还有包括六轻的这个工业用水，还有包括整个离岛工业区每天86万吨的用水。所以我当之前我听过一个说法哦，那个说法可能是官员乱盖的，但是可能也有一点道理哦。我们去找这个工业局局长，那时候的工业局局长是陈昭义啊，我们就质疑他说，为什么国家用这么低的水价供应给六轻啊？一度是3.25块，我们一般的工业用水一度都还要8-9块，民生的自来水一度是12块、13块，对。六轻一度的用水是3.25块，结果那个工业局长就给我纠正说，不是3.25块，是0.025块。3.25块是他处理完的成本，国家卖他的是0.025块。浊水溪的水因为很浊，他要处理到可以用，成本蛮高的，所以从0.025块变成3.25块。然后呢，那我们就说那更离谱了啊，0.025块你为什么用这个国家的资源给他哈？其实整个六轻在他整个新建的过程已经国家的资源哦已经不知道补助他多少了哈。当初那个填海造陆哈，1公顷的成本是1亿，但是政府卖给台塑1公顷是3000万，那你说这个是鼓励
鼓励他在偏乡地区开发嘛，哦，还好像说得过去，事实上就是利益输送嘛，把我们的钱 拿去给财团，哎，所以这个有人说王永庆是经营之神，我第一个反对，对，你这样子会赚钱，当然应该的嘛，对，没什么了不起。结果他买的土地太多，后来自己用不完，还把它转卖给日本的小松电器，一公顷卖3亿。就他因为卖那笔土地，他就赚了100多亿。好，那用水一样哈，哦，但是那个工业局长他要纠正我们，他说不是我们要补贴台塑，是我们拜托台塑来用这个水。他说集起蓝河烟的水用不完，所以呢拜托台塑要用这个水。这个讲法当然是乱讲的因素，这个成分比较多了，但是某一个程度好像也是真的，就是水利单位它是为了开发而开发，它就是要一直盖水库，一直盖蓝河堰，然后再去找需求，有一些开发案的确是这样。好，集起蓝河堰盖了之后，上游大量的这些土石，特别是921之后，上游的那个土石量非常非常的庞大，结果通通被拦在集起蓝河堰里面。所以集起蓝河堰盖完不到几年，它的出水量就锐减，这就是为什么后来还要盖湖山水库。其实本来不是盖湖山水库，是要盖另外一个瑞丰水库。瑞丰水库一样在浊水溪流域，它是在靠阿里山那边清水溪的上游，快要到瑞里，瑞里可能大家就听过，瑞里的下面有一个地方叫瑞丰，它要在清水溪的本流筑一个大坝去拦水给六星使用。因为921之前就发现集起蓝河堰的水不够用，特别是冬天的时候。但是后来瑞丰水库到了921，它就盖不成了，因为发现说它就在断层附近，几乎就在断层上面，所以那个案子就后来就没有开发。因为这样子，湖山水库的环评在921之后半年之内马上就通过了，所以湖山水库在环评的过程争议非常大，它是台湾的环评里面差不多是数一数二的粗糙的了，特别就是最有名的就是那个八色鸟。八色鸟的议题早在民国88年就吵得沸沸扬扬，那时候总统还跑到湖本村去看这个八色鸟。那时候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当初在云林有一个陆沙开采的计划，就是要把八色鸟住的那个湖本的那个枕头山整个挖掉，去盖二高，去盖二高。而且我那时候的湖本的村长，就是后来台联的立委林林英，就出来炒这个八色鸟的议题，炒得沸沸扬扬的，对，所以大家都知道有八色鸟，对，结果89年通过的湖山水库的环评里面，一个字也没有提到这种鸟，所以非常的粗糙了。好，那湖山水库就是因为集起蓝河堰，他当初没有考虑到整个浊水溪的环境特性，所以他最后呢根本没有办法达到他想要预期的那个供水量，那他变成不是蓝水，他是蓝沙。
拦了一大堆沙石。好，那我们先来看看后面的这个图片。这个前几年啊，有一个我认为是笑话啊，那个报纸上面说那个南投县的观光局号称发现台湾九寨沟，那很多人就很好奇台湾九寨沟在哪里。他说有一个水雕峡谷，水雕峡谷很漂亮，大家就去找找找找，后来发现原来它就是在吉吉兰儿院下游200公尺的地方，长这个样子，看起来好像还真的不错看，十几公尺甚至20公尺深的水雕峡谷，这个看起来更漂亮了，很壮观，对。现在去看，已经不是这样的了，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水雕峡谷？一方面当然921地震的时候有把这个地方稍微抬升了，但是那个不是主要原因，是吉吉兰儿院开始营运之后，上游的下这个土石没有下来，所以它下游的河床就不断的冲刷，不断的冲刷。十年之内呢，它不是真的冲出那个水雕峡谷，那个是浊水溪还很年轻的时候形成的峡谷，但是千万年来它从上游带来的沙石已经把那个峡谷填掉了，把它年轻的时候切割出来的那个峡谷填掉了。短短的十年之内，那个堆积数万年数十万年的那个沙土就全部被掏空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然后它上游到底堆积了多少沙石。那堆积沙石之后呢，又有另外一个问题了，这个竹山人就惨了，沙石车一直跑一直跑。本来921之前政府有公告一个叫做禁采河沙的政策，那这些台湾的沙石商就很头痛了，没有河沙可以采。921之后他就用这个疏浚的名义可以继续去采，所以这个吉吉兰儿院就是一个很好的采沙的场所，他就用这个疏浚的名义，不但可以获得免费的沙石，还要政府还要付钱给他。就在巅峰的时候，竹山就是那个吉吉兰儿院的南岸联络道路，一分钟六十辆砂石车，一秒钟一辆这样子在跑，所以造就了竹山是现在全国空气最糟的地方之一啊，就是这样啊。好，我们先来讲这个吉吉兰儿院的啊，就说。为什么会下线中心又跑出来？第二个下线中心在善央的地方，最主要就是第一个，南河堰的结构体呢，它把地下水流给阻断了，这个是中央地调所讲的，政府机关讲的。浊水溪它在集起的时候，它还算在山地，所以它的水不会往地下流，但是它在河床底下有那个浮流水，那个不深，大概10米以内，它有那个浮流水，等于是地下河流了，然后再深一点，它就碰到岩盘了。结果那个吉吉兰儿院的结构底大概深入地底下接近20公尺，所以它就把那个浮流水整个地下水流给阻断了。它就形成在上游形成一个地下湖泊，但是这些原来要继续往下跑的水就跑不下去，所以河川的流量就锐减。第二个更重要，我们讲啊，这些水它流到山顶，
就是继续往下流，流到竹山接近这个二水跟这个林内这个地方，就是流出那个山地，才是真正流出山地，它才会开始往地下跑，才会有地下水辅助的作用。结果呢，在流到这个冲积扇之前，它已经把水拦走，用专用管线送到这个六星去了。所以整个冲积扇的补助量就受到非常大的影响。那第三个原因是间接的，就刚才我们讲的，它然河堰盖了之后，下游就不断冲刷，十年大概冲刷了将近十米，它的那个河床的高度大概下降了十米，河床下降，它的地面水的水位会跟着降，所以它跟地下水的水位就越来越接近，本来差那么多，补助效率比较高，现在河床降低了，补助效率就降低。所以今天原来它在山央会有一个非常强的往上冒的那个水压，那个力道是很强的，那个力道支撑了整个地盘，但是它现在水位可能没有明显的变化，但是那个往上冒的那个水压减少了，因为它的源头的地方那个补助源已经被切断了。这个部分事实上才是目前彰化云林地层下陷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剥削地面水，剥削浊水溪。所以我们就预测了，湖山水库它会重蹈覆辙，因为湖山水库它是一个离潮水库，它是从清水溪的桶头这个地方在竹山盖一个拦河堰，然后打隧道穿过那个斗六丘陵，引到斗六这个地方来存放。那离潮水库当然比在潮水库稍微好一点，它的寿命会长一点，但是一样嘛，它在浊水溪的上游清水溪的地方就把水拦走，清水溪最后是在二水跟林内这个地方，就是在浊水溪扇顶的地方注入浊水溪，那你把这一条重要支流的水接走了，一样地下水的补助会受到很大的影响。